切都源自于梦想。我没有条件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学历。因为对梦想的执着，放任的他在16岁那年就辍学，毅然在众人反对之下投身直销事业，踏出自己追求梦想的第一步。在奋斗的路上，难免有流言蜚语。曾经，他被誉为直销的独行侠，也走过人生的黑暗和低潮。他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和挫败，可是他越挫越勇，风雨过后依然傲视群雄。当时，我成为了别人父母眼中的反面教材，但是我坚持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的。M Life 的诞生是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捩点，让他开始了他男人三十而立的阶段。他有如鹰一般的重生，事业如日中天。从事 M Life 短短3年，就成功筹造了他的事业高峰，让他绽放光芒。凭着公司优越的文化系统及团队的配合，如今他在全马各地栽培了一大群卓越的领袖，大伙一同参与公司所主办的海外奖励旅游，足迹踏遍台湾、韩国、巴厘岛、日本、马尔代夫及欧洲，如法国巴黎、荷兰等。他成功为自己、为别人的人生添上美丽的色彩。他觉得能把成功的机会赋予别人，帮助别人成功，是人生一大喜悦。今天我的改变真的很大，我当初的梦想都一一实现了。目前他已坐拥名车豪宅，即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却依旧为人谦虚，仍然兴奋每日东奔西赶的陪同作业。他的做事认真，他的坦率，他的日程，他的亲和力，总是能够轻易地感染周遭的人，为人带来欢笑、信心和希望。他出身平凡，却传奇般地创造了人生的无限可能。成功不是不小心，失败也不是没原因，跟对人、做对事就是关键。我非常感谢廖文义社长和 M Life 公司提供我这么棒的平台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且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动人故事，同时也期许下一个您也一同赢得精彩。他就是我们的第一位百万红星刘汉强。